我的妈呀！先洗澡。哎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报告洗了。坐这儿。好的。我坐这儿。你肯定是吓人的。肯定是。你坐这儿。我坐这儿啊。不要让我跟邓伦坐一块儿。坐好。打开盖子看看。烫不烫啊？火能关了吗？我害怕这玩意儿。你怕东西不止一样。没事儿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来，咱们师傅不识货啊，走你。挺好的呀。烫饭。可以，素菜加汤料很贵的。你今天例会表现相对还不错啊。谢谢。所以你吃的是我的剩饭。哦。很荣幸吗？谢谢，太荣幸了。你们俩。吃的是保镖的剩饭，啊，我俩，你们吃的是员工的剩饭，哦，行，把餐具拿进来，是老板，你们不配用正常的餐具吃饭，我给你们准备了冰勺子吃饭，冰勺子，哦，就是冰一融就不就一吃不就化了，对。我限你们5分钟之内把锅里东西吃完，一滴都不能剩，要是剩下了有你们好受的。好，来吧，吃吧。来，那您先出去呗，我们先自己吃。快吃快吃。您在这儿啊？我看着我们吃啊。这怎么吃的呀？好凉啊，我的天。好冰啊。对啊。计时开始。不能止，不能止，放下，不许用止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凶啊你？不能盛到杯子里。好，不行。快！干嘛呢？用勺，用勺。用勺呀？用勺吗？快快快！快，不用锅，小锅不用锅，用什么呀？你这是用勺子。好，我不用勺。快快快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哎呦，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哇，我是个大鸡腿，你们都没有。哎，你那是个鸡蛋吗？对呀。快吃快吃，这是我剩下的，很荣幸吧？太荣幸了，要不要再给你加一份？不用了，那就都吃完，快！我正准备认真的吃，它这就化了，怎么办呀？快点，动作这么慢，怎么拉筋干事业？你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吃饭上了。我们拉筋还吃什么饭？我们着急拉筋。哇哦！哎，很不错啊，加油！你饿了是吗？伦哥是胆小无助才能吃，真好吃，要向他学习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你饿了是吗？很不错啊，加油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伦哥是真的饿了，不错，都向他学习啊。给他再来一份。这位女同学吃的也很快啊，很不错。女同学饿了也一直在吃，我真的饿了有点。其实饭还挺好吃的，我不会觉得那个饭是我还挺喜欢吃的，就清清淡，因为我平时也喜欢吃清汤挂水的，那个饭还挺符合我的胃口的。快到了啊，时间快到了啊，不吃完会有更厉害的惩罚等着你们啊，快一点快一点。啊，这。怎么大佬的那么多呀？他越吃越多好吗？我这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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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时间快到了，快点吃快点。好，时间到，
看看你们这些人啊，都没有把这汤吃光。吃个饭有这么难吗？没有，没有那么难。我们错了。我必须好好的惩罚你们。但是他很棒，不用惩罚他了。虽然有两个人快吃完了，但是呢？但是他们拖累了你们两个，所以惩罚还是要一起喝。看见这边没有？把你们把所有的餐盘都洗干净。要是洗到照不出人影，罚你们三天不想吃饭。知道了。我们去午睡。关门。这门真乖啊。老实点。这有个密码锁，我们不是要破解密码吗？我们先洗碗，洗碗，洗碗，没完成任务。